可以，然后有要说稍微说明，就是这个 percentile 是最后这三个，它这边预设就是这个25，就是百分位数。然后百分位数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？就你们只要注意一个地方，你们看这个50%的百分位数，它这个值是不是跟那个中位数是一样并且连 z 分数都是一样的，就比方说这是这笔资料真正的中间点是在这，这是3.45这个值，然后它跟平均数是稍微是蛮接近的。就我这个这我这里选的 agreeableness，那你们选别的变相可能不一定是这样。那首先看这个中位数跟平均数哈。如果你要更谨慎，你可以再考虑偏态与风度，就这个 skewness 跟这个 curtness，这几个数值可以告诉我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。那什么意思？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电子书的，刚刚等一下，刚刚没有给我抛我。只有录到声音，刚刚这一段只有录到声音，可能要稍微拍摄一点。他那个给我断掉就是刚刚讲的这个，看一笔资料它算出来的平均值中位数，然后最多可能再加上偏态跟风度。最主要你们可以看这个偏态与风度这边有比较清楚的图解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当你这笔资料有可能是一个比较接近对称的常态分的对称分布，我不能说它是常态，它只能说是对称的，就是我至少就是现在，从我这样子的描述统计的结果，那告诉我这 agreeableness 这个资料它看起来像是比较是常态然后你们可以再来看中位数，其实就是那个50%的这个百分位数然后另外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它这里我转换成这个次序值，它只有显示出总数，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因为关键在于说，这一个资料，这笔资料在这边，它的那个资料的，我看一下，对，资料的这个量词，它其实是一个文字的资料。我其实这个可以把它缩小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边，你们如果跟我设定一样的话，你们知道它的这个图标的下标有一个字母 A，小写字母 A，代表说它现在 Jmobile 啊，把它辨识为一个，把这个辨识为一个文字资料。那文字资料的意思就是，它把它当成一个名义尺度来处理。那名义尺度那个可以再去看一下电子书的第二章，它就是说值跟值之间没有什么大小的区分。也没有什么次序的区分，也就是说不能相连，就连说加跟减没有意义，所以它当然没有这个，它当然不能够算平均数跟中位数。那这个就是跟平均数跟中位数的那个主要的公式有关。你们可以看那个平均值，它要把那个所有的值都先加起来。那如果数值不能加，那当然就没有平均值。那中位数则是要看数值之间有没有次序的次序关系。OK，好。然后不过它这里应该是要显示出的是众数。那但是它这里的众数无法显示出，它无法正常显示出
不过大家可以试着，你要这个在这个在这个表单功在这个功能表单这边看到这个 frequency tables，可以这也可以点开来试试看。这我有试过，应该是 OK 的。点一下这个东西，frequency tables。好，你们这也可以看到哈，我这边是有它有把，就是说。Frequency tables，好，就是说，我这边呢，因为它现在没有，它现在是把那个 Z 分数的排序值，你可以看到那个最低就是一，因为排序就是说看它是第一个，根据它的原始的数值或它的 Z 分数。最小的值是一，然后一直排到第500，因为它中间呢有一些数字，我觉得它这边啊，这边283.5是最多的，那它其实应该要把那个283.5给放出来，但是因为有太多的值，就是我是觉得跟那个 Gemini 它后台的演算法。关系，他没有办法去判断15或16的这些数值，哪一些可以是当成是这笔资料的众数，所以他就没有显示出来，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使用众数的话，你就得要看你现在的这个资料，它里面的这个数值的那个特性，它有什么数值。是需要注意一下，OK。